我讲你这里刷牙，你要回去。没得事，哎呀，是回来。你的。不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，你。那等嘛，你是包包都超多去嘛，还是？谢谢伯伯。等妈老汉儿过的时候再给你包个大的。乖乖，幺幺乖，那里还能拿哪个？来。哎，你看伯伯好喜欢小娃儿啊！哎，这边几个小娃儿现在都在耍。你看这边一个，还有那边我们还有一个妹妹。乖乖，好，这。你们在笑啥子？你看，别个你们和你们一样大的，别个小娃儿两个了，大的八九岁了。就是，他们大的都八九岁，他们搞得快些了。就是，抓紧点，带小娃儿带起嘛。你们在敲锣鼓哟，我们在那溜达嘛，好帮你们带嘛，你们要送货的嘛。要得，我好好的努个力，早点得到科门和科门家人的认可噻。也争取早点让你带个城市嘛，到时候，好，你高兴啊！要得，你们进城的努力嘛。你看那些小娃儿呢，也是看得乖得很，我都想带城市的很了。乖不乖嘛？哎，哎，不要了，你们都去跑过了。哎，乖不乖？乖呀。等着我们好久走嘛，我上去把东西收起吧。一会儿嘛，一会儿这子噻。啊，让我先去把东西收拾下，然后放，我也收拾下。要得，好。来，妹妹，回来，来，回来。大哥哥拿过来，过来。我东西收好了哟。收好了，来，我婆婆给你捡了点，这儿菜，这儿柚子，带个鸭子，带个鹅。都是个啥子？那个味道啊，摘起那么多，摘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种的，又不是去买的，你管啥子事嘛？你拿回去。那果子啊，种得那么累的。没事，你拿回去给叔叔娘娘，到时候一起吃嘛，是啊。就有点像那土匪进城，红绳儿来，满载而归。哪点事？你拿回家嘛。就拿那个菜嘛，开头摘下来鸭子那些不要了。不，都一下拿走，拿走。婆婆，你拿那么多东西？没，那没好多，那是个人做的，拿点回去的爸爸妈妈他们吃。我想到你们哪里辛苦种嘛。嗯，做起。那你们拿回去叔叔娘娘吃啊？哦，个人做起的。那我们就准备走了，婆婆。家喊你多耍几天呢，你要走了。他那边要么就回去忙，不怕的。我们空了又回来耍，你们你空了也走我们那边来耍一下，你要跟两个一起。随时都来耍啊，经常可以回来啊，随时可回来嘛啊。要得，婆婆，那我们先收起走了。我们先回去。我讲你这里耍呀，你要回去。没得事，随时回来。你的。不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，你。那等嘛，你是包包都超多去嘛，是。谢谢婆婆。等妈老汉儿过的时候再给你包个大的。哈哈慢点。哎，我先收起走了啊。要得。等一个，先不来去，搁到车子高头。要得，后面你爸爸妈妈他们都要回来了，你们有事情呢也要回去。你父亲他们你没多心咯，不得不，你走到路上慢点啊。要得。哦，开车慢开嘛啊。我走到副驾驶给他看到去，我慢的。随时依然回来不？哦，慢慢的开，哦，随时回来啊。要得。